今天是元婴大冒险的第三天，共有四个关卡，领取十个元婴碎片。再见吧，分道扬镳了。小老弟真的是又爱又恨。系统不是没有统计过我们的智商这一块，就是给我们分到一队。我们肖哥很聪明的。我的小腿危险。第一个，我们需要金头脑。我从来没这么抢手过，我就是今天的六边形战士。养你有什么用？毫无用武之地。我觉得我们这一队很强。我的祖先是不是赐予我什么力量啊？我的赢是实至名归的。杨迪啊，你就留着给我吧。以为输的赢，以为赢的输。你可以的，雨欣，雨欣加油！太累了。本番关注你即将登场。哇、哦！他的五官看得好清楚哦。肩也太宽了吧？还是那个熟悉的声音。好嘿！完美，肖哥的表演完美。太激动了，终于第一次完成一次表演。单手就是一个 nice， 我们当然希望你们不掉啊。